National Fried Chicken Deal 这个 Special Meal 到7月11号都还有。然后你去这个20块的 meal 里面呢，会有一桶6块装的 Chicken Joy， 然后会有一盒这个3块装的鸡柳。对，左边的是鸡柳，右边的是炸鸡块。那因为已经都吃了差不多，剩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解个馋，还会拿到两个一大一小的蘸酱。看是这个样子，哇，看起来真不错。它的 spicy 蛮厉害的哦，基本上它是撒辣椒粉在上面。我刚去看了里面一下，它不是里面去涂调味料，它是在外面的粉，外面的这个炸鸡表皮上去擦这个粉。辣度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辣有点像我们台湾咸酥鸡的那一种辣。但是它没有咸酥鸡那么香，但是基本上味道我会觉得说，如果可以吃辣的人，那还是要吃辣的会比较好吃，辣比较淡，比较够味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 hit like。然后请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谢谢，拜拜。